无长他被敌人，无需多言，你伤势不轻，你先返回营中。方才真的非常失礼，可是义勇兵，既然如此，可否请阁下助在下一臂之力？ 阁下手上，定能善加利用。
探查敌情，至今未归。在下奉命前来救援，却一无所获。此人已经饿得无还手之力，若放任黄巾军作乱，我大汉将化为一片焦土。救天下苍生，不惜舍弃父亲。
可是友军，我没想到还有人尚未逃离此地，本想
敌方的武功，在下也感到对你威胁。能够做到尽心尽力的话，真是好身手。将军心打乱，
慎前行。若再这样下去，要快，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从长计议，
看来只有我等独自应战了。眼前之敌并非等闲之辈，切不可大意。
前往战场。还请诸位安息，战友们。阁下奋战的身影实在令人赞叹，竟然有此等强者埋没世间，在下仿佛正目睹龙腾玉飞之英姿。一同奋战之同胞，彼此含笑道别之后，战死于沙场，为守护天下万民，在下到底该何去何从？龙一般强大的阁下，您为在下指明了道路，在下赵云，愿凭一柄铁枪闯荡乱世，面前总有百万大军挡我去路，愿如麒麟一般开辟一片崭新的太平之势。走吧，我等夺回此山，一些战死之同袍。
想到竟有如此强敌，前路凶险，务必提高警惕。Thank you.
救天下苍生，不惜舍弃此身。未曾见过您呐，敢问您从何处而来？也罢，如今但兵器之优劣，关乎生。哎呀，失敬，我名叫朱，此行意在磨练，请看看我的作品。想要什么？王妃的官吏居所，如今已成为黄巾军的根据地，简直就是朝政之缩影。
不易，要多加珍惜。
为所向披靡。这种恶寒，阁下也隐约感受到了吧？元凶就在附近，还请切勿大意。士气高昂，速速开始转为攻势。大胆奸细，可知此地乃是刑场？尔等就跟天柱派的女子一同，乖乖成为耳食吧。跟上在下，逃到安全之处。
是又近了一步。多亏你帮忙。哦，谢谢。幸好无事，只不过还是向这位医师道谢。我的名字叫做红晶，正在暗中侦查黄金这块玉石。军务在身，先行告辞，还请阁下随后前往广宗前线，若朝廷军得到阁下相助，必将士气大振。能不能也带上我？
Yeah.